马修沃德的高我信息，关于行星清洁，翻译 Google。 在这个车站，所有灵魂都亲切地问候着，这就是马修。对你的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焦虑和对没有发生的事情的失望，即使是最敬业的光之工作者也会感到沮丧。盖亚 Gaia 意识到了这些感受，并要求和你说话。盖亚，亲爱的，我是盖亚，地球母亲。神，上帝 God 要求马修最近的一条资讯，包括我几年前给苏珊娜的一条资讯。在那些年里，你忍受了很多，但你仍然坚定不移地履行你的使命。我知道生活在地球上并不容易，我理解为什么你有时会气馁。我也感到气馁和绝望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宇宙家庭为我的身体注入了希望之光和关怀的光之工作者，就像你一样，来自遥远的家园，把我从黑暗的深处带了出来。你慈爱的说明，使我在回家的路上坚定不移，稳步前进。我高兴地看着你说明我的子民觉醒，这样他们就可以陪伴我。请感到鼓舞，因为直到您在地球上仍在进行的任务已经在连续体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功。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你们所有美丽灵魂的爱和感激，他们在彰显我的黄金时代方面的说明是非常宝贵的 invaluable。 谢谢你，马修，让我发言。马修，我们感谢你，盖亚，感谢你所说的爱和鼓励。现在，至于没有发生的事情，关于大流行、星号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真相和其他真相浮出水面，请放心，他们会的。行星清洁过程的一部分是揭露所有的欺骗行为。请感到振奋，知道地球上最聪明的头脑，他们邀请的外星顾问正在谨慎地计划重大全球变化的许多复杂性，以便他们按照阻力最小，对你的生活造成最小干扰的顺序出现。在你的思想中保持最主要的是，所有情况都是能量以一种或另一种频率波动的，每种情况都受到民众集体思想和感受的影响。当那些人对有益的结果充满信心和乐观时，发出的高振动相应地提高了情况的振动。反之亦然，对一种情况的恐惧和悲观情绪的低振动，导致它走向负面结果。让我们谈谈决定所发生和结果的普遍物理定律的一个方面，对一个事物的真相的无知不会改变这个定律的运作。对真理的无知是黑暗的心灵和思想如何控制着群众。现在让我们把它应用到 WXXX 蓝正在发生的事情上。主流媒体没有报道俄 OXX 四军队的实际所作所为，因为阴谋集团不希望公众知道，几十年来 WXXX 蓝一直是他们在欧洲的据点的中心。他们不想让人们知道他们一直在该国制造和储存致命的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以用于减少世界人口。他们称之为无用的使者，并奴役幸存者。阴谋集团不希望公众知道，几十年来，他们一直被囚禁在隧道和大院中，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和婴儿，直到他们被用于役、炼铜匹或许多国家撒旦仪式中的人祭。他们不想让人们知道，归咎于俄 OXX 四军队的暴行和一些财产破坏是由阴谋集团雇佣的雇佣兵犯下的，或者他们在乌二十兰从非法制造的财富中洗钱，入侵世界各地的计算机系统，并在互联网上获取真实资讯。因此，
在不了解这些并相信有关 OOXX4 的新闻的情况下，公众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黑暗者保持活力和活动强劲所需的低震动。那么为什么 OOXX4 军队成功地摧毁了数百个阴谋集团的防御工事，并营救了数千名俘虏呢？因为，亲爱的，消除黑暗已经被神圣之光所支撑，本源之光在地球上的强度不断增加。然而，针对 OOXX4 的低震动的代价是延长部队的任务和许多不必要的死亡。现在我们要解决这样一种观点，即精神和形而上学的资讯永远不应该包括政治。我们已经详细地谈到了在这个宇宙中这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行星和个人的崛起。你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我们和其他光之使者没有告诉你地球和它的生命形式正在从黑暗中解脱出来，您是否知道这个星球是如何被黑暗所渗透的？因此，如果没有人告诉您这是由历代以来的政治决策引起的，那么可以防止它再次发生。政治只是政府的行为。几千年来，群众生活在恐惧、疾病、贫困和饥饿之中，而他们的领袖、教会和国家首脑却过着富裕的生活，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和权力而进行盛宴和发动战争。出于痛苦、愤怒、绝望和人们被迫投入战斗，群众对彼此和动物变得残酷。潜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黑暗导致地球从高5密度下降到深三分之一，并被困在那里，直到80多年前，上帝通过授权精神进化的文明发出强烈的光芒来尊重盖亚的救生请求，使他的行星身体能够生存，并开始其提升过程。当你自愿去那个第三密度的世界时，你知道你会遇到什么，但出于对我们宇宙大家庭中地球成员的爱，你去帮助他们。我们已经说过，你在灵魂层面上所知道的这个真理需要达到你的意识，这样你才能在动荡中保持积极、乐观和平衡，因为神圣之光将黑暗连根拔起。你们中的一些人认为我们在这方面站在一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确实是，你们也是。我们都站在圣光的一边。这场战斗从来都不是关于党派政治的，这是黑暗势力让民众分裂、欺骗和操纵的方式之一。战斗一直是圣光与黑暗。主流媒体、教育系统和宗教没有触及这一点，因为他们是地球漫长的黑暗历史的一部分。当真理开始出现，人民感到困惑、幻灭、心烦意乱或愤怒时，你们将成为他们的安慰者和启蒙者。他们需要知道，造成内战、国际战争和世界大战、公然不公正、饥荒、疾病、贫困和肆意破坏环境的不是敌对国家，而是政治领导层的黑暗。主流媒体和学校教育往往将特定国家描绘成侵略者，把国家的敌人描绘成和平与民主的国家。指定黑或白国家，当他服务于战争胜利者的目的时，他们就会被切换，在这个时代是不适用的。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主要是英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和葡萄牙人征服了当地居民，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帝国。随着丰富的资源被发现和更好的运输方式的出现，商业的互惠互利出现了，许多灰色的阴影发展起来。尽管如此，少数有权势的人仍然使群众受到压迫和战争司空见惯。群众希望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
在那里人们善良、诚实和乐于助人。亲爱的家人，通过属于 being 你自己的光和爱，你体现了那种生活、那种世界，来自精神和有意识的意识，并与爱互动。你们帮助打开思想和心灵，接受这个普遍的真理，正如盖亚所说，非常宝贵的 invaluable。你们中的一些人质疑中国的意图，一位列举中国过去几十年发展的读者问道，马修是否有可能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阐述，并说出他和涅槃的灵魂所理解的中国人民的使命，以及他们将为全人类带来什么好处。当我们说中国的进步是显著的时，我们并没有忽视独裁统治在教育计划和大流行的延续。展望未来，最重要的是，该国的领导层存在分歧，有些人希望继续在非洲进行严厉的治理和自私的扩张，其他人则希望结束所有黑暗的痕迹，说明世界整个人口茁壮成长，并恢复环境。后一种方法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许多其他国家也迅速获得青睐。在阴谋集团控制的领导人正在推动疫苗接种，并试图将世界舆论与 OOXX 对立起来的国家，他正在受到抵制。用不了多久，这些领导人就会被那些将与全球正在发展的有远见的运动团结一致的个人所取代。现在让我们简要地谈谈你对其他事项所表示的关切。如果带有核弹头的导弹被错误地释放，是的，宇宙家族成员将知道并防止其爆炸。用服从命令的人工智慧取代意识和自由意志的黑暗计划，永远不会看到曙光。 5G 的普及将持续一段时间，在这项技术无害之前，外星人将继续显著减少损害脑细胞的排放。他们还将继续减少空气、水和土壤中的毒素，直到地球的污染停止，而且它会停止。长期压制的技术将被释放，但暂时不会广泛使用，并且实施用于运输和电力的免费能源也需要一段时间，您的新车和电器不会很快过时。阴谋集团通过数字货币控制全球经济的计划正在失败。如果粮食严重短缺，慷慨的心和民间组织的谨慎行动可以防止这种情况失控。这些短缺背后的相同情况是所有其他商品的成本增加。在这里，明智的行动和共用资源也可以带您渡过难关。短缺和通货膨胀都不会持久。最终，你世界里的一切都将是充满爱和幸福的。然而，如果我们不告诉你，在通往那个崇高世界的路上会有混乱的补丁，我们就不会那么直率了。仍然，在世的阴谋集团并没有接受他们主宰世界的意图注定要失败，虽然他们将继续发起或延续令人不安的局面，但这些努力也不会持续太久。你有经验、内在的力量和与生俱来的智慧来应对这些挑战，并帮助别人也这样做。亲爱的家人们，你们在阳光下的耐心和坚定将会得到回报，即将到来的可喜变化和遥远地平线上许许多多奇妙的变化。这个宇宙中所有的光之存在都在为你前进而欢呼，并以无条件的爱的无与伦比的力量支援你。爱与和平，马修·沃德 Susan Ward。 谢谢收听，感恩祝福。